这些烂掉了，哇哦，要处理哦，我等下要去，哎，有苹果了，有苹果了，啊，终于啊，有苹果了，这个是什么？石榴。等等，我只剩鱼了，哦，还有布告栏，苹果三颗，石榴一颗，剩下兔子的脚哦。赞哦！兔子，你什么时候掉脚？你什么时候掉脚？啊，斑斑，啊，斑斑。好了好了，可以进去了，可以进去了。哎，出事了！孵化的小鸡看起来很怪，哎，是那个虚空蛋吗？帮它命名一个名字，空虚，空虚，寂寞，觉得冷。觉得，警觉打不出来，冷冷的，冷冷的，啊，可恶！哎呀，好黑哦，它好黑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黑黑的小鸡，好黑哦，冷冷的。哇，冷冷的，看起来很好奇，陌生的世界。哎呦，猪猪走开了，猪猪走开了。好了好了，这边撒好了，猪猪走开了，不要在这边乱，不要打扰我。20颗，到底有没有撒啊？有没有傻都看不出来？傻瓜可以再傻哦！这样子不是浪费种子吗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是春天啊，对吼。对吼，是春天呢，嘿嘿嘿，是春天呢。春天呢、欸？啊呵呵呵，啊呵呵呵，只剩一个了。我想说，怎么都没撒，撒去哪里了？啊呵呵呵呵，啊呵呵呵，刚刚好，我要去镇上买东西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土豪风没关系，没在怕的，是不是？太好笑了！酿出来了，酿出来了！雨水图腾，我的雨水图腾，松焦油，我不是要5个松焦油？我的天哪，太多了吧！雨水图腾好。需求量好大哦，5个了，做出来。需求量真大哎。哦，在这里，我在干嘛？好了好了，用了用了用了。远处云朵密布，可以睡觉了。耶，下雨了。下雨天要去哪里钓鱼？对啊，下雨天要去哪里钓鱼？各位，我要钓的那一只要去哪里钓？钓什么鱼？钓这一条啊，就是这一条。这个大眼鱼，等一下，它是夜间垂钓，晚上再钓就好了吧？对啊，晚上再钓，晚上再钓，先做事。夜间垂钓的不需要这么急。什么？今天潘尼生日？真的还假的？你是不是在教小朋友读书？也没有的话，应该就在家里哦。潘尼在这，虽然没有在教小朋友读书，你记得我生日，真是太贴心了。吴秋风，看起来好美哦，看一下，满星了，满星了。满星了，
在这边可以钓到是不是？那就算了，在这边钓鱼，好久没钓鱼了，最后一只了。哎、欸，海藻，我记得我快速钓海藻已经成为传说了、欸，快到不行哎、欸。大眼鱼会不会很难钓啊？完美！哎、欸，大眼鱼钓到了！真的还假的？大眼鱼钓到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没空在这边钓鱼了，钓到就闪人呢、啊！哎咻哎咻哎咻！我可以抛弃钓鱼了，不用再钓了，太好了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水族箱，最后一条鱼了，最后的鱼完成，移除闪闪发亮的卵石，什么东西？又是一个光辉小戒指，我已经很多个了。哇，这尼玛！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后。我们将返回另外一个世界。哇哦，哇哦，他们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。所以剩兔子的脚，对，明天还有一颗苹果，苹果要三颗。哇哦，好感动。艾比会不会生气啊？我们抢先他们睡觉。啾啾啾啾！哦，这里要爆开来了！爆开来要干嘛？你们爆开来要干嘛？家变太大了！哇哦，哎呦，哎，莉亚来找我干嘛？今天下午有空吗？我终于走出泥潭了，今天要在广场表演艺术。下午3点到5点来镇里，好，我会去啊，我一定去的啊。比你刚才怎么消失了？起得早，来，喝喝，装满水哦。有个山洞太酷了，啾啾，每天都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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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送你喝酒。呵呵，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我就是知道啊，喝酒嘛。哎，晚上到澡堂。来见我！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啦！哇哦，各位，心路骨坏掉了！晚上到澡堂来见我、欸，哎！我不知道说什么哎、欸，各位，过太爽了！噔噔，哎、欸，有剧情，劈开来的石头，哇哦，哇哦，嗨五九，我好奇，我不知道这个原石怎么消失的。所以现在的这个水，这条溪小溪的源头在山洞里，哦，发光哦，这里，你看水面里闪闪发亮的东西了吗？哦，这是鱼王挑战吗？这是优质矿石，优质矿石，肯定是水流把它带来山里的，优质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掏矿石了。哦，掏金哦。我背包里有一个掏盘，就等你用吧。诶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掏金哦。哦，只要看到水里有发光的矿石，就用掏盘捞上来。诶，拿到一个掏盘，
优质的矿石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塞巴，跟你讲讲话。我昨天睡太多了，塞巴，等你，等你喝酒。我讨厌这个，故意找他茬有没有？塞巴等你喝酒，硬是灌你酒，哎、欸，没有优质了。这里有吗？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看到了。拿出我们的淘宝器具。哎咻哎咻，有吗？哎、欸，黄金矿石、煤炭，就这样。好空虚哦，好空虚哦，各位，就掏上来了，空虚无比啊。哦，三点了，三点了，要去广场了。三点到三点，到五点，要去看莉亚的表演会来了。哦哦哦哦，好酷哦！哎、欸，莉亚会做会动的东西哎。武秋，你来了，我来了。嗯，到我介绍的时候，祝我好运吧。多谢光临我的艺术展。有些人可能知道，我之所以会来这个矫正，是因为这里美丽的景色汲取灵感。我需要这里美丽的景色，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家，好吧？是时候介绍我的雕塑了。哎呦哎呦，这个雕塑我还没有命名，起初只是我练习品，但是我发现它的美感，并将它完做成了成品。它的表情非常的暧昧。究竟是害羞还是惊讶、痛苦，就留得你自己决定了。哦，好多个，每一个都要介绍哎。这个雕像的名字是后维度空白，代表着人类的想象边界。它的形状都是我处于空想状态时忽然出现的。空想状态。哎，这一尊是从我家里搬出来的吗？我一直称呼这尊雕像为鸡蛋脑袋。我一直想创造一个能让人看着自身人格的人形雏形。哎，哦，那个在跳的哦。最后的是木雕山。哎，木雕山是从我家搬出来的吧？最后这个雕塑木雕山，我最喜欢的雕塑塑材木头做出来的作品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然后看了看，这些就是我的雕塑品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怎么要特别感谢我？感谢我的朋友吴秋风，他激发了我举办这次展览的想法，并激励我走到现在。我知道听上去有点矫情，但这是真的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为你感到自豪，莉亚。这个展览真的为我们镇上带来不少生气。我很喜欢你的作品，尤其是这个后维度的空白，真是鬼斧神工啊！真是太棒了。哎，谢谢大家。是时候开始竞拍了。哎，还有竞拍哦，还有拍卖会哦。这个粉红色的作品，5000有人出吗？后面有一个怪怪的人，前男友是吗？后维度的空白。哎、欸，到浴室了。哎、欸，陪你要进去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我有点害羞哎、欸。我有点害羞哎、欸，7点够晚了吧？再来一次，7点哎、欸，嘿，陪你约个时间也不约几点？哎、欸，有了，
来了，来了，各位，你来了，我还担心你没有收到我的字条哎，来了，啊。看来只有我们在这里，只有我们在这，这里的水真是清凉。哎，等下，这不是温泉吗？哇哇哦！你知道我今天约你出来的原因吗？你有话想对我说，没有办法选这两个，哎，只能选这个。没错，哎呦哎呦，要做什么？该怎么说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万人迷武秋风哦、啊，这个画面太养眼了。我有句话要对你说，是有关我的感受。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着你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抱歉，在一年前我就结婚了，我从未对人有过这种感觉。我对你，哎、欸，不能选下面这个、欸，哎，他一直这样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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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，就叫我不选、欸，哎，我们只能选这个。哦，武秋风，我还原，你早就意识到，只是不确定而已。今天晚上将会是我一生的回忆。哇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光明正大的搞外遇了、欸。我们光明正大的搞外遇嘞，这样对吗？我们光明正大搞外遇嘞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哇哦，澡堂哎、欸，约在澡堂哎、欸，哇，这种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哎、欸。怎么从来没有人邀我去澡堂见面的？